作为国乒历史上最成功的选手之一，马龙不仅在四届奥运会上斩获了六枚金牌，还在世界级大赛中屡屡创造奇迹。或许正是这样的成绩，让我们难以想象没有马龙的国乒会是什么样子。但在这一次的大满贯赛上，他的表现依旧让人热血沸腾。虽然比赛中不乏竞争对手的顽强抵抗，但马龙凭级稳定的心理素质和丰富的经验，展现了老将的风采。 轻松击败了年轻的世界排名第三的对手雨果，顺利挺进四强。但是，在伟大的运动员迈不过时间这道坎，对马龙来说也是如此。相信很多球迷都看到了巴黎奥运会结束以后，马龙表示这会是他最后一届奥运会。前不久的北京大满贯赛场，马龙输给林诗栋之后，表示北京大满贯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打国际比赛了。因此，很多球迷也都在热议马龙是否要退役了。 反观最近马龙接受媒体拜访，马龙正面回应了退役的事情。马龙表示，现在不是退役状态，还有可能在赛场上看到我。如果真的确定不打乒乓球了，会对外公布。从马龙的回答中，不难看出，马龙的退役悬念真相大白了。马龙现如今不会退役，不出意外，接下来国乒的比赛还会看到马龙。反观现如今的男队，王楚钦还不够稳定，樊振东夺得大满贯之后连续退赛。 不得不说，国乒男队还需要马龙这样的领军人物。二零一零年，马龙初登世界第一，可三大赛的成绩却是毫无进展，排名的积分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彼时的鞍山小马，就是刘胖子口中的无冕之王。两年之后的伦敦赛场，马龙助力球队拿下团体金牌，这也是他首度登上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但这个成绩可说明不了自己的能力。隔壁的男单决赛。 好兄弟张继科成功战胜前辈，登顶单打荣誉的最高领奖台，同时达成最速大满贯的荣誉。少年一时间鲜衣怒马，天下无敌。回到日常的训练之中，马龙提高要求，想要突破，可重压之下却出现了问题。他开始了频繁的输球，外战不胜，爆冷出局，各种各样的输法，球迷也开始质疑他的能力，就连马龙自己也一度陷入到自我怀疑。 在低谷的一次次呐喊，一次次的挥拍之中，马龙终于寻得了答案，开始了触底反弹。二零一五年的苏州世乒赛，他成功摘得桂冠，登上了那梦寐以求的最高领奖台。那一年，马龙二十七岁，从十五岁入选国家队开始，这一刻他足足等了十二年。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人们发现马龙变了，之前呆呆的奶龙不见了，随之登场的是更加霸气的发胶龙。 球场上的打法逐渐成熟，技战术也更加全面。里约奥运的赛场上，他与好兄弟张继科成功会师决赛，双方斗志满满，谁也不让。在历经四局的厮杀之后，马龙最终拿下了比赛，将首枚奥运单打金牌收入囊中。之后的团体赛中，他与两位好兄弟一起联手，再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自己成为了乒坛第十位大满贯。本以为之后的路会愈发顺利，可谁也没想到。 马龙再次迎来了低谷期。二零一九年，在东京奥运备战最重要的时期，他遭遇了职业生涯最严重的一次伤病，淡出大众视野六个月。伤愈复出之后，状态也大不如从前。而彼时的后浪已经拍了上来，紫微星开始在三大赛中证明自己，试图从三剑客手中接过大旗，踏上东京的赛场。马龙迎来了新一轮的挑战，半决赛面对老对手奥恰洛夫。 鏖战七局之后，涉险过关，和小胖成功会师决赛。对于小胖而言，拿下胜利意味着接旗成功，自己也将跻身于大满贯的序列；而对于马龙而言，赢下金牌便是独一无二的双圈大满贯。比赛之中，小胖展现出不一样的斗志，每一拍的挥出都是必要，拿下胜利。在三剑客身后成长起来的男孩，如今已经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未来一定是你的，但可不是现在。 马龙用完美的技战术做出回应，在六局激战之后，龙队成功卫冕奥运金牌。随后的团体赛也没有什么意外，中国三人组再次登上最高领奖台。今年的世界杯决赛上半程，他被小将逼入绝境，观众席也是高喊着四比零。他大口喘着粗气，可眼神依旧还是那么的坚定，一拍一拍的将比分追回，上演了不可思议的惊天逆转。三十四岁的花季老将依旧处在当打之年。 巴黎的塞纳河畔之上，龙队成为了中国队的旗手。四分之一决赛，看着小胖陷入僵局，还有那半场换衣的剧情，龙队始终相信那个在三剑客身后的孩子不会输。随后，小胖逆风翻盘，一鼓作气拿下了男单冠军，成为了第二位男乒超级全满贯。之后的团体赛，马龙是三人组的核心，更是依靠。只要有他在，两位弟弟都可以毫无顾虑地去拼杀。 最终，三人登上冠军领奖台，马龙也成为了中国首位六金运动员。东京奥运会打完，自己已经三十三岁了，不敢想象自己会走到巴黎。回忆巴黎奥运会，马龙说：“在场下的时候，自己有时候也会去问自己，累不累啊？还这么继续打？一拿起球拍，一站在赛场上或者站在训练场上，自己其实并没有想太多，还是专注于让自己怎么能够更完善。”此前。 马龙曾多次回应退役，龙队未来的打算也牵动着球迷们的心。随着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夺冠，今年三十五岁、五战奥运的乒乓球老将马龙也创造了历史，成为中国奥运史上首位六金王。在巴黎奥运会之前，马龙就曾透露，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届奥运会，这枚金牌是结束我奥运之旅的绝佳方式。但将来你仍有可能在国际乒乓球舞台上见到我。八月二十九日。 在巴黎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访港媒体见面会上，马龙回应是否会转型为教练员的问题，表示现在还是运动员身份，有什么转变一定会让大家知道。十月二日，二零二四年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比赛，马龙晋级男单十六强后表示，本届中国大满贯或许是自己最后一次国际赛事，目前还在一个思考的阶段，经历过很多比赛之后，也一直在考虑未来的路。 十月二十日，马龙在生日这天于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称：“热爱没有终点，希望在更多地方听到你们说马龙再来一球。”当地时间十月三十日，二零二四年国家和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颁奖典礼在葡萄牙卡斯凯什举行，马龙获杰出运动生涯奖。接受奖项后，马龙发表了全英文获奖感言。三十六岁的他说：“为国拼这个团队奋斗二十一年，是自己最大的成就。” 马龙说自己始终怀抱梦想、激情以及对乒乓球的热爱，愿为这项运动付出一切，永不放弃。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曾经泪流满面的问自己为什么坚持打乒乓球，也曾经向父母哭泣询问为什么要送他去学乒乓球。面对崩溃的儿子，父母只是静静的陪伴，没有回答。在那段日子，他每天都想过放弃，但回到宿舍，听到女友在电话那头的安慰，他又鼓足了勇气。 第二天，他总是第一个回到训练室，而夏露也一直陪伴着他度过了那段人生的低谷。在二零一五年世锦赛上，他终于打破了遗憾，捧起了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那一刻，他站在球衣上，尽情的宣泄着压抑已久的压力。细心的观众发现，他虽然在庆祝，但眼角却闪烁着泪花。他这样的行为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责，人们清楚的了解马龙所经历的痛苦和无奈。 直到二十七岁，他才终于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枚三大赛单打金牌。如今，这位大器晚成的运动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马龙实力与技术双优，已经站在了巅峰。在获得这次冠军后，他的心态更是达到了顶峰。二零一六年里约奥运会，他以完美的状态击败了张继科，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夺冠后比爱心无人解其意，直到卓伟曝光他与夏露恋情。 才知其向多年陪伴的女友深情告白。尽管马龙原本不打算让妻子夏露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公布了他们的恋情。这个本应令人欢喜的消息，却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被某些人在网上将夏露的个人信息全部曝光。喜欢马龙的粉丝们往往会质疑他是否匹配自己的偶像，甚至还有留言称夏露为了上位不择手段。因此，有人给刘国梁写信。 希望他能帮助马龙跳出恋爱脑的困境，找到一个和自己领域相同的人。夏露默默地承受着外界的非议，为了不让这些不切实际的指责影响到她的丈夫，她选择了沉默。她独自面对着外界的恶意与诋毁，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马龙深爱妻子，不舍她受任何委屈，因此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共度艰辛八载，生活和谐美好的声明，成功平息了所有猜测和议论。 在丈夫最需要温暖的时候，她犹如火炉般给予温暖；在丈夫需要外出时，她则将自己所有的痕迹擦去，独自在家静静的等待他的归来。尽管经历过这件事，但她依旧没有出现在丈夫的生活中。马龙与夏露育有一子，一个为国奋斗在外，一个在家料理一切。正因有如此贤惠的妻子，他才能专心致志的实现人生的全满贯。马龙在职业生涯中经历了起起落落。 但他都以坚韧的意志承受住了压力，特别是在妻子的陪伴下，他的状态更是日益出色。作为一名长期活跃在世界乒坛的选手，马龙在赛场上展现的不仅是个人的实力和技巧，更是一种让对手和观众都由衷佩服的坚韧与智慧。从年少成名到如今站在乒坛顶峰，马龙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每一次他在场上挥拍，都能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渴望胜利的激情和信念。 他与年轻对手的对决尤其引人注目，许多网友在比赛前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担心岁月的痕迹会削弱他的竞争力。马龙用实力打破了这种质疑，他不仅牢牢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权，更是在对方强力回击时沉稳应对，最终以四比一赢得比赛，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竞技状态。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感叹，马龙依然是那个熟悉的王者，无论多少岁月流逝，他在赛场上的统治力从未减弱。 虽然马龙依旧在赛场上发光发热，但在赛后采访中，他提到了一些让球迷担忧的事情。马龙表示，他有可能在这次 WTT 中国大满贯赛后正式告别国际赛场。这一番话语既坚定又不失温柔，让人感觉到他内心的复杂情感。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说，退役意味着告别舞台，意味着将自己奉献给了这项运动的最美好时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马龙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乒乓球上，忽视了对家人的陪伴。而这次比赛，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罕见现身现场，并且接受了采访。这一细节引发了外界关于他是否打算回归家庭的猜测。对于我个人而言，看到马龙终于有了退役的打算，我既为他感到欣慰，又有些不舍。欣慰的是，他终于可以回归家庭，给予亲人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不舍的是。 赛场上少了一个如此伟大的身影，将是中国乒乓球乃至世界乒坛的巨大损失。但正如马龙自己所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或许他的退役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随着马龙退役的撰文不断发酵，球迷们开始猜测他未来的职业动向。有人希望他能像刘国梁一样，在退役后转型成为一名教练，继续为国乒培养下一代选手。 马龙在赛场上的经验和战术智慧是其他年轻球员无法比拟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马龙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他尚未考取教练资格证，并且在采访中多次表示，退役后希望更多的回归家庭，享受陪伴家人的时光。对于球迷来说，看到这样一位伟大的选手即将告别赛场，无疑是难以接受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无论未来的马龙是否会选择转型为教练， 或者彻底告别乒乓球赛场，我们都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并为他送上最真挚的祝福。马龙已经为中国乒乓球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他值得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无论马龙何时退役，他的离开都将对中国乒乓球队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球队的灵魂人物和领袖，他不仅拥有出色的技战术水平，更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和领袖气质。然而， 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马龙的退役也将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年轻队员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舞台。他们将在没有马龙这样的领袖人物的情况下，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这既是对他们的一次大考，也是他们展现自我、证明实力的绝佳机会。马龙，一个乒坛的传奇人物，用他的汗水和坚持书写了一段段辉煌的篇章。从鞍山到世界之巅，从伦敦到巴黎的完美谢幕。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热爱和坚持。